老蒋好快就會和談。呢個時候，邊個同蘿蔔頭喐手先，邊個傻仔啦？放心啦，我睇肯定打唔成嘅。咁真係打起身點算啊？可以點啊？平民老百姓走得走，走唔到嘅呢啦。那十二少，你要去哪兒呢？武漢、香港、怡保、曼谷。 去哪里都可以啊，朱军想去哪里，我带你去啊。<笑>你希望那么多能顾上我吗？男人呢，三妻四妾就是能力。可是我的男人只能喜欢我一个。<笑>喂喂喂，你唔好咁喎，你越系咁，我越中意你喎。唔好玩啦，朱军姐，我们要不要囤点东西啊？买什么？我帮你买。 买咩啊？万一真系打起身，我仓入边啲嘢全部都败家嘅。家栋，你都有份，到期时我啊负责保家，你就去围观。都唔知你边句讲真，边句讲假。